可以听到很多精彩的内容，跟那个点佛讲，就我对他不好，所以他就没有妄自骄纵。是你们对我不好，不是我对你不好。你们对我不好，你自己不好，对，所以妄自骄也没有用、就是。这个车是不是油呢？没错啊，这个你看他挖车买车给我，每天都马上开呀头奖，知识，然后再上。你买车给我马上开呀头奖。那除了那么精彩的单元呢？马上拿回那个钱了吗？精心挑选的这个两辆车都是，那时候两辆车都是头奖、有一点摇滚 feel 呀、yeah ，妹摇滚最帅啊，激昂的摇滚乐，一起热血沸腾吧。